第十七课，在最美好的时刻离开。一、听力，第一部分，第一到六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这个胃药你晨起和入睡前各一次，一次两片，记住了吗？好的。 我明白了，谢谢大夫。胃药应该怎么吃？二，亮亮是不是感冒了？一直打喷嚏。是。 幼儿园这段时间感冒的小朋友特别多，肯定被传染上了。亮亮是怎么感冒的？三，老婆。 我的腰带用最里面的洞眼也有点松了，你得帮我再打个洞了。好的，看来你这段时间减肥很有效果嘛。从对话中可以知道男的什么？ 四，看你今天还是不怎么动筷子，是拔的那颗牙还疼吗？要不要给你做碗面条？是还有点疼，看着什么都没胃口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 五。小刘怎么辞职了？干我们这行业的，生活不规律，他孩子小，离不开人。关于小刘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六。 昨天的电影你觉得怎么样？开头部分还挺精彩，但结尾部分太平常了，有点乏味。女的觉得电影怎么样？第二部分。 第七到十四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七题。七，准备什么时候登记呀？就我生日那天吧。以后生日和结婚纪念日一块儿过，好记。哟，那马上就要到了，要你妈过去陪陪你吗？不用，等婚礼的时候，您跟妈再过来吧。 女的马上就要做什么了？八。行李都准备好了吗？要我给你叫个车吗？不用，一会儿公司刘秘书开车来接我。你换好登机牌了吗？ 换好了，昨晚就打印出来了。放心吧，到了给我来个短信。他们现在最可能在哪儿？九。 彤彤高考填报志愿的事，我怎么都觉得他那么报不太好。女儿大了，这事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她的愿望。家里还有安眠药吗？这两天总睡不着。我看你是心事太重了，你少操点心，比吃什么药都强。女的这两天为什么睡不好？ 十。小李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抽空你找他聊聊，安慰一下。他怎么了？最近公司业务不太顺利，心理压力比较大。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放他几天假，出去玩玩。女的觉得小李现在需要做什么？ 第十一到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：夏天冰箱里保存的东西一多，就特别容易有异味。我听说拿几块新鲜的橘子皮放在冰箱里可以去掉异味。这季节哪来的橘子呀？据说茶叶也能吸收异味。你别打我那龙井茶的主意，我都舍不得喝，能给你这么浪费？看你小气的！ 我们同事说，拿一小块生面放冰箱里，效果也不错。你试试，这倒是从没听说过。那晚上做馒头时，我留一块。十一，这两个人主要在讨论什么事？ 十二，关于男的从，男的从对话中可以知道什么？第十三到十四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 我们的皮肤就像一个袋子，把我们包裹在里面。我们的身体里大部分都是水分，同海水一样。我们身体里的水也是咸的，也会蒸发。风和阳光都会带走体内的水分，而皮肤能阻止身体里的水分流失。太强的阳光会伤害我们，皮肤则可以保护我们，避免受到日晒。同样。 皮肤也可以让我们远离那些脏东西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有些脏东西会让我们生病。皮肤还可以感受外界事物，它能感知冷暖，感受到疼痛。例如，篝火让我们觉得温暖，而砸在脸上的雪球则会让我们觉得冰冷和疼痛。十三。 关于皮肤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四，这段短文主要介绍的是皮肤的什么？